5000年前，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上古战争，双方各出奇兵，各展奇功，各施神技，不求将对方击溃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。 蚩尤兵出奇谋，风伯与蚩尤以云雾法阵，杀得黄帝节节败退。在蚩尤部队乘胜追击之时，四下发战忽然起，黄帝杀得蚩尤部队溃不成军。 蚩尤之意志灭，其血融入九黎怨念，又与黄帝大战几百回合，最终被黄帝用轩辕剑封印在以四象法阵镇守的西池之下。 Yeah.
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走啊！身上有如所赐神血，故变得强大。自今以后，汝等就是孤的无畏战士，便臣服于孤。待孤召回元神，重塑真身之后，便统领汝等雄霸于内，成为真正的统治者。你是什么大王？黑血蚩尤大帝。小蝶，燕赤霞今天好像有点忙，你就少去一天吧。不成，每天都要去的。相爱吗？偏就不听，发！兰若谷骨龟，第六条第七章第八节，谷内任何人严禁无辜打架，违者一律罚站一炷香。看热闹的，让我说你们什么好？赤霞，你刚才好威武啊！又是骂又是罚，气还没消，所以喝酒。行，跳个舞给你看，保证你力气全消。
不累吗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哎呀，谁关心你啊？天天这样跳，你不烦，我看都烦了。口不对心，有些人呢总是偷看我跳舞的。谁偷看你啊？有有有，你敢起誓说你没有吗？去去去，无聊。心虚不敢。哎呀，不跟你这小女娃一般见识。我四百多岁呢，燕赤霞小乖乖。为老不尊。别支开话题，快说，你有本事说没有偷看？你什么？快说。每天看，次次看，天天看，次次看，天天看，次次看。燕赤霞，李明生李公子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呢。快去快去，不然我要叫你起誓喽。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，何苦呢？襄王有梦，神女无心，何必呢？燕大哥，燕大哥，兰福村这个月是不是失踪了很多人？而且这几天更有几名村民突然暴毙。暴毙？听说很多死者身上都有被动物抓伤和噬咬的痕迹，所以很多村民都认定是兰若谷妖怪所为。他们还说得要前来讨个公道。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。杀人得偿命！杀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杀了这些妖怪！乡亲们别动，住手。乡亲们等等，只要敢动敢入骨的人，先杀了我燕赤霞。燕大侠，你这样做太没道理了吧。就是行，讲道理是吧。民生已经跟我说了，如此噩耗闻者伤心。但俗语有云，捉贼拿赃，可有证据？目击证人有证明凶手就是他们吗？人是他们杀的吗？那除了是他们还能是谁啊？不是。万村长，诸位乡亲父老们，燕宝愿意查证。各位妖兄怪姐，回去吧。好，多听多听燕大侠的。乡亲们往后退。这燕大侠快请。这只能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伤痕吗？是啊，这是狼的爪痕，凶手是狼，但我们兰若谷虽然是妖怪的聚居之地，但是没有狼妖。燕某可以用性命担保。可是燕大侠，你说我们死了这么多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莲花村那儿有很多的猎户，你可以找他们去猎狼。想晚上给我加一道菜，就怕我蝴蝶吗？你要是把我吃了，以后就没有人为你翩翩起舞了。那太好了。口是心非。一边去一边去，别妨碍我酿酒啊。花裙猫告诉我了。他又告诉你什么了？你为什么一直待在兰若谷啊？一待就是十年。原来你是个官儿，哇，真想不到。想得到的就不叫人生了。宝三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没有料到这卷宗上说长将军勾结外敌，我是看错了吗？您还真没看错。
不可能。先不说我跟常将军之间的情谊，光是将军他在朝廷里的威望还有品德，也断断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到底是谁？是谁要谋害忠良？哎呀，燕大哥，这是上面吩咐下来的，咱们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在这卷宗上签个字画个押不就好了？这宗卷一旦上呈，就不单是害得将军不忠不义，而且这个罪名全部都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，你让我怎么签怎么画？说这上面是谁？张维士大人、严光庆、严大人，还要再上面明王爷。怎么会？将军跟他并无恩怨呢，何解？这一切过节源于常将军不肯对明王爷的侄儿网开一面，还将他买卖官职之事上奏，结果呢，事情就被明王爷知悉，还把这奏折给拿回来了。将军没有错，严大哥，你可千万别多管闲事啊！诬害忠良，不屑为之。严大哥，别说了，大不了这千户我不干了。严大哥。出了京城就安全了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。常将军，严重了。千户大人，乃念同僚之意，束手就擒吧，否则杀无赦。认命，燕某绝非忘恩负义之人。三年前你曾经救我一命，今天我还你。你我恩断义绝，日后相见，定不留情。
人心险恶，妖要比人要单纯。兰若谷是片福地。为什么我总觉得兰若谷有点闷呢？让开。找到了。啊，哎，你终于找到李明生送你的陶杯了。谁让他藏得那么严实。我去一趟来福村。小蝶，你别闹了，我要赶着去找人呢。那李明生到底怎么了？不知道。我现在还不清楚。去晚了就卖光了，快点！哎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家君王陵啊，它除了可以除妖镇宅之外，是啊，还可以让你家庭幸福，年年益寿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村最近是不是经常有市民失踪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对呀，是啊。我再问你们，贵村的村民最近是不是经常被不知名的怪物杀害啊？就是，他怎么知道？就是，我乃修道人士，特意恭请无上天尊，助我施法七七49天，还得以练成这个法力无边的居魔灵。数量有限，只给有缘人呢。是，我要一个。好，给你。我也要一个。给我一个。来个来。大师，我也要一个。哎，你别看了小林，你给我拿呀。这东西真的有法力价值吗？喂。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正所谓法力入灵，啊，阴破妖邪，重而失之，轻而削之。你不懂，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。我虽是妖言，但从不惑众。嗯，你这丫头，开打！下去。大师，这位姑娘口无遮拦，多有得罪，胡言乱语的。请大师多多见谅。我给你钱。还来是吧？你别来，别再闹了。为什么？别打破别人的饭碗。大师，村长。哎，你也是雷曼鼻息灵吗？这，有备无患吧。两位，村长，你有见过民生吗？他嘛，他帮我去莲花村找那些猎户去了，应该回来了。可是他没来找我呀！这个就这。
半拿来吃，另一半拿去种花。是，大帝。已经五天了，按理说往返莲花村两天就好。伯母，能让我看一下民生的日常用品吗？嗯，好的。这样能知道李明生为什么没有回来吗？见微知著，真相自显。明生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拿衣服去啊？没带包袱啊。这样说来，他没打算久留。难道？是不是明生出差池了？伯母，请放心，没事的。对了，明生在莲花村还有朋友吗？有的。这花瓣是走之前民生从莲花村带回来的。说也奇怪，到了夜里这花瓣就会发光。小蝶，你对花的品种最了解了，你看一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花。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是来了山贼吗？难道这跟那个号称能打开冥府之门的王红花有关吗？不知道，但肯定跟狼群有关。
谢燕先生相救。严重了，你认识我？请恕在下唐突。这是中毒了？非也，黑血比毒更可怕。这黑血是极度邪恶之物。这羽毛也太好看，太漂亮了。这，赶紧还给人家。物赠有缘人，希望他能帮助姑娘逢凶化吉。我还有劫数啊？虽然你修为不浅，但是冥冥之中，劫数也好，运数也罢，谢谢了。对了，你们两位是莲花村的人吗？在下不是。你们这到底，这莲花村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十日前，这些狼人就开始来村里抓人，前天更索性屠村了。他们为什么要抓人呢？他们用人来做肥料，种什么？亡魂花。好可怕呀！居然以人来种花。更可怕的是，背后唆使的人。是魔彩动。其实说来话长，昔日皇帝诛灭了蚩尤，其异变肉身逃离了囚禁他的结界而得以重生。亡魂花能引来黄泉白马，而黄泉白马就是打开冥府之门的一道锁匙。如果蚩尤一旦在冥府找回元神，他就会恢复昔日的魔功，继续他一统天下的野心。先生，你是想要阻止？在下无臣。来到莲花村是想找到我们朱雀门的门主，但是也没想到因此而发现了黑血的行踪，这可真是天意。先生是朱雀门门下的叶先生，咱们在13年前有过一面之缘，难道你忘了？你看美吗？这里就叫兰若谷，是小妖和精灵们聚居的地方。小妖和精灵聚居的地方，那不全都是妖吗？妖不是害人的吗？其实妖和人一样啊，有好也有坏。对了，上人，你带我来兰若谷。先生为何被人追杀，心里总有数吧？你命犯天煞，只会落个孤独终老。既然天意如此，那就随天吧。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，既可保命，又可改变命运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改变命运？武臣啊，师父。天书解天下疑难，这降妖册录载了治妖的法宝，再加上这柄专斩妖魔的诛邪刀，本来是想收先生为徒啊，只可惜奈何无此缘分呐，实在是可惜。未来的日子还要请先生帮忙化解人与妖之间的纷争，好让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相处，福泽众生。光阴飞逝，一转眼就十几年了。令尊师最近可好啊？师父在抓捕黑血的时候，已经不幸过世了。你上人的能耐，竟然……无尘门主，
如有什么需要阴谋的地方，你尽管说，在下在所不辞。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大显身手了。当下真的有一事相求。说，快说。在下想见兰若氏一友，好让我和慈祥门的人会合。没问题，随便用。对吗？嗯。放手。你又来了。虽然我知道你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仙蝴蝶，但你不要像冤鬼索命一样每天晚上来找我啊。我没有要吓唬你啊，我只是不想打扰你睡觉。所以你就把我吓醒？我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你三更半夜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做了一个梦。你做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好奇啊，所以来告诉你啊。怎么了？你这个梦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表面没有，但是内里有啊。越说越玄了，佩服。哎，还记得我们从莲花村回来时，吴晨说了当年皇帝和四象兵团是如何斩杀蚩尤的吗？这跟你的梦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觉得我就是轩辕神剑的一块碎片。真的？不然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啊？还有，你看，这跟我的梦境一样，羽毛和断剑连在了一起。小蝶，我真的佩服你那个想象力特别丰富。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哎，喂，我是妖，妖对某些事情的感觉跟人是不一样的。吴晨不是说了吗？你的那柄诛邪刀就是用轩辕神剑碎片做的，我怀疑我就是那块碎片。玄，这梦真玄，玄的都不行了。来，跟我走。哎，走。干嘛？我送你走啊，让你继续发你的美梦。不管你发什么美梦，都不需要再跟我分享了。喂！哎呀，你开门呐！今天晚上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明天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燕赤霞，你别走啊！哎，燕赤霞，哎，有事吗？回禀大帝，有人好像对亡魂画很感兴趣，他亲眼看到了。是吗？这四个是什么人？那个年轻男子和那个小女孩不知道，那个女子叫小蝶，是兰若谷的一只蝴蝶妖。那个男的叫燕赤霞，十多年前便在兰若谷住了下来。云家。燕赤霞，这人你知道吧？回大帝，我知道。解决掉。孤，
不想一统天下之大计有任何闪失，要想成为一人之下，便得好好办事，懂吗？臣领命。多年不见，念甚？三日后有时，烟雨楼恭候尊驾。黄脸猫，黄脸猫，这个纸条是什么？哦，早上去谷口溜达的时候，居然看到一个和你当年穿着一模一样的人。我明白了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你把这个拿去给我的两位客人吧。好。血宝三。严大哥，多时不见，请上座。严大哥神清气爽，看来兰若谷的隐居生活着实的碧凉多呀。来，宝三敬大哥一杯。如今的宝三言语自若，自信满满，想必是官运亨通了。说不定现在已经是王爷身边的大红人呢。严大哥，宁做丧家之犬，隐身妖术之地，甘心吗？严母这些年来已经学会了当水的乐趣。哦，哼，水，在湖里它就是湖。在杯子里它就是个杯子，无形无重，没有棱角，随心所欲，乐得逍遥。话虽如此，但也要顺应天意方可安逸呀。你指的天意是你薛宝三还是明王爷呀？看来燕大哥还是要坚持己见，要多管闲事呢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
燕先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青龙门门主龙泉，这位是新月姑娘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四象门不是应该还有玄武门和白虎门吗？时移世易，千百年来，四象门也很少招揽弟子，除了门主之外，就只剩下一两个门徒。很不幸，之前在围捕黑血的时候，玄武门和白虎门已遭到灭门之灾。就你们三个对付黑血成吗？事在人为，先不说黑血，光是那群人狼都不好对付了，看来燕某不能袖手旁观。哎，等等，还有我呢。两位肯拔刀相助，四象门感激不尽。客气。三位是否有对付黑血的良策？七日之后的寅时就是击杀黑血的最佳时机。是这样，虽然亡魂花海能吸引黄泉白马现身，但黄泉白马只会在阴月阴日阴时出现，也就是七日之后。世间上只有黄泉白马才能知晓冥府之门的所在，所以黄泉白马在亡魂花海出现的时候，也就是黑血现身之时。好，七日后不成功便成人。新月，我有些心里话想对你说。你说吧，莫泉哥。这一战只要不死，我们就成亲。心月，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？嗯。太感动了，我好喜欢啊。喊完了没有啊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在烧饭做菜啊。错，你这哪儿叫在做菜啊，简直是在糟蹋我的厨房。小弟，对不起啊，我声音刚才大了点儿。要我原谅你也行，尝一下我做的饺子。来，小弟，你不是说吃花蜜吃腻了，想换个口味吗？你多吃点。还是花蜜比较好吃一点。好吃吧？没我煮的好吃。那你吃的这么起劲儿？那是我给你面子。哼，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不太懂。爱情呢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彼此两情相悦。可是我一直都是在苦恋，暗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。快告诉我你喜欢我，我们便可以一块爱情了，这多么甜蜜，多么美好呀。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爱情的那种喜欢。那我岂不是要失恋了吗？应该是吧。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你
你告诉我，总有原因的，说啊。我是人，你是妖。那怎么样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因为人有人界，妖有妖界。亘古以来，人妖不往还，不通婚，不谈恋爱。那七仙女和董永呢？白氏和许仙呢？龙女和柳毅呢？凡事都有例外吧。我们也可以例外的。小蝶，我跟你说，你对我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燕赤霞无福消受，而且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有爱情。你讨厌，我不喜欢你了。你知道吗，花绝猫，我不是执着于人和妖的异同，人又如何，妖又如何，只要两情相悦，管他是什么。既然小德这么说，为什么还要拒绝他呢？不懂。这跟小蝶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我。孔明上人说过的，我命属天煞孤星，从小便父母双亡，倾心自己的，自己爱慕的女人，结果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不像小蝶有什么差池。哎，燕赤霞，你也可怜，两个都可怜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说也无补于事。谢谢你啊，花君猫，听我说那么多废话。皇宫之内，侯爷策划的怎么样了？回大帝，一切都在臣的掌控之下，皇帝现在只不过是个傀儡，臣要他往东，他绝对不敢往西。嗯，很好。那些文武大臣，大部分都已经投到臣的门下，至于那些不识时务者，臣会逐步把他们铲除。大帝尽可放心。干得好。狼王告诉姑，燕赤霞仍然在兰若谷逍遥自在，可我怎么就没听你提过和解呢？臣知罪，臣会尽快把他们彻底剪除的。你觉得姑的这副皮囊何如啊？姑最讨厌别人撒谎，须知道撒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脚踏天罡，七星护体。那你看他，你看他做的，就算三十尺、四十尺，看到你们这个灵，一样会吓得屁滚尿流，七孔流血而死。所以，为了你们小命啊，奉劝你们多买一个辟邪灵防身。还不错，有这位大师坐镇，看来你大可放心了。我担心的是民生，到现在还是杳无音信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燕大侠，民生都回来了。走。民生，这个你最爱吃，多吃点啊。嗯。民生，多吃点。你能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多谢燕大哥关心。你是一直在莲花村吗？没有，所以才有幸躲过一劫。明生，你这脸上和手上怎么回事？哦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哎，严大哥，有件事相告。什么事啊？
明生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吗？明生，你干什么？黑血蚩尤大帝要你命丧金吒！方大师，在来福村已经被狼人当成目标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请大师带众村民赶紧离开，以保安全。嗯，好主意。父老乡亲们，跟我走。我也想尝试这份美好。
爱情的苦涩是否很难受，是否很痛楚？真的很痛，但是这种既苦却甜的感觉却让人回味。看来你是没救了。云之侠，我来了！你怎么脱困的？兰若谷里最多的是什么？当然有办法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吧，小蝶姑娘，注意安全。黑邪灵出现，他好像要走，我们怎么办？
们不可能跑那么快。他不是普通的吗？别忘了，我可以嗅到所有花蜜的味道。你别开玩笑啊。嗯。还是请小蝶姑娘出手相助。你学学人家。黄泉白马朝东南方去了，走吧。出手，他先死。王，你是一代枭雄，居然如此卑鄙！原来你们不知道，他是开启冥府之门的锁石。东儿是阳念阳月阳日阳时出生，是至刚至阳命格，至阴则至阳，极阳则极阴。至阳之人配合至阴之时，冥府之门自然打开。可惜太迟了。
信誉。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。